这会颅内出血，我怕麦克风收不到。那也不能真打。我就一直注意他们三个人，严喜说李阳跟那个明道的，他们三个人是吓到，真的很厉害。他刚刚那个火车完全就有画面出来，快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最恐怖，就是丢那个空罐头的声音。啊，丢对对对对对，真奇怪，是被吓到。对对，我想说可以配合我丢空罐，然后你空罐。哇是汽水，没有开啊。丢手榴弹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有机关枪哦。哎，这是有气的饮料。哇，女生说了，对对对，你还是看。我觉得他们女朋友一定很幸福，他在家里一定常常刷到给他们听。哦，哎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有。真的吗？那你跟这么小的有没有？没有。他们很搞笑，对。他们两个是标准的冷面笑匠，很可怕。这种人真的很可怕。他们脸部表情会吓死你。上次来我们这一室以后啊，听说回响很大。对啊，有，我们就在街头做表演的时候啊，对，以前可能都不会有人提问题什么的，很快那一阵子突然就说我要看星星。我本来想要让你今天轻松一点，结果你又讲出来，自己又爆出来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啊。上次来我们这一室以后，听说回响很大。对啊，有，我们就在街头做表演的时候啊，对，以前可能都不会有人提问题什么的，很快那一阵子突然就说我要看星星。我本来想要让你今天轻松一点，结果你又讲出来，自己又爆出来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啊。来，哪里？这是真的。这个星星有没有有躁郁症？哇塞，超像！像吗？这边有香蕉，香蕉，香蕉，有香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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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是手上的，是手上的，要听得懂人话，对吧？本节目已经考虑长期啊，让他们在这边接受挑战。哎呦，敢不敢接受其他观众的挑战？来啊！来啊！就具备当艺人的一些风格。中国啊，你们认为你们口气唱的有特殊的那种？他们两个你还没表演过的，你们就可以先来挑战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谢谢他妈的掌声和鼓励。